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？就是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。你是觉得我还不够好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可能是我没做好心理准备。爸，你叫我啊，来了。蔚蓝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爸找我。 想办法让老洪接受蔚蓝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。喂，魏总，您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 关于救过您的那位女兵，我们此前没有查到她的信息，是因为她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已经退役了。去年年末？是的，她的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，您看一下吧。 说好，谁都不能忘。